大家好，我是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和了解王洛宾先生留给世人的那些美妙动听的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尔文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春舞曲》。其实，在这些歌曲背后，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美好感人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就由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从新回到朋友的身旁，又闻到友谊的芳香，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悲伤，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啊哈哈哈嘿，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未来希望。生命的金杯，你为我的杯中盛满了红酒，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红酒它叫我沉沉欲醉，你的眼睛却叫我挺起胸膛，啊哈哈嘿，你的眼睛却叫我挺起胸膛。我起了琴弦，把生命来歌唱，歌唱着红酒的芳香。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耶！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耶！你的热泪不住地流淌，你的热泪躺在我手背上，啊哈哈哈嘿！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这首歌曲呢，是王洛宾先生1975年在新疆为他的老朋友康巴尔汗创作的一首生命的赞歌。我们在这首歌曲背后呢，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其实我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见证人。当时我父亲王洛宾已经被释放出狱了，但是在他出狱之后呢，原来的工作单位却不肯接受他。从他被关进监狱那天起呢，他就被单位开除了军籍，他们还注销了他的粮食关系和户口。当时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如果他没有工作单位来接受，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那他真的就是无法生存了。出于无奈，王洛宾就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他不愿意出去了。监狱的领导呢，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就把他临时的安排在监狱的新生队里劳动。这个新生队里住的都是那些出了监狱以后没有单位接受和无家可归的一些老年人。1975年的夏天，我在农场里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已经被释放出狱了，目前呢就住在监狱的新生队里，他要我抽空过去看看他。听到了父亲已经出狱的消息，我高兴极了，赶紧向这个农场的领导请假，从农场赶到了监狱新生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那天
我们一见面，父亲就对我说，他虽然已经获得了自由，可到现在还没有到乌鲁木齐市里面去过呢。他真想去看看城里的变化。我也告诉他，不久前我的二哥已经结婚成家了，他们家就住在团结路上。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海城啊，明天我向新生队的领导请一天假，你带我到你二哥家去看看吧。我和父亲就约定好，第二天上午在团结剧场的门前汇合。第二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准时出现在了团结剧场的门前。他从监狱的新生队骑自行车出来，到团结剧场，一共要跑20多公里的上坡路。此时他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汗水都浸湿了他的衣衫。他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下，就要我赶快陪他去二哥家。我们就沿着团结路走到了北面的一个小巷子里。这时我告诉父亲，二哥家就住在这个巷子里的最里头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正走着，我父亲突然停住了脚步，他站在那里仔细观望着不远处站着一个身材高挑、大约50岁开外的少数民族妇女。这个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碎花的花布坎肩，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裙子，她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有风度。父亲小声地对我说，海城，你看前面那个女士非常眼熟，好像是康巴尔汗。在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康巴尔汗，他是我们新疆著名的舞蹈家，还当过新疆艺术学校的校长。其实我父亲和康巴尔汗他们早就认识，他们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一起合作过不少优秀的节目。至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剧场还耸立着康巴尔汗那个舞蹈的塑像。就在我还愣神的时候，我父亲突然情不自禁地轻声呼唤了一声，康巴尔汗。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那个少数民族妇女也睁大了眼睛，她注视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小老头，仔细端详了好半天，她反应过来了，她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哦天哪，王洛宾，你还活着，王老师，你回来了，我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到你了。这时我父亲也激动地回答，康巴尔汗，是我呀，我是王洛宾，你看我已经出来了。那天就在这条狭窄的小胡同里，两位受尽了人间苦难的老艺术家，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康巴尔汗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洒在我父亲的乌黑粗糙的手背上。接着他们两位老人就当着我和那些路旁观望者的面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时康巴尔汗的女儿乌鲁汗和女婿雅森也闻声从家里跑了过来。乌鲁汗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他也是父亲的学生，他惊喜地叫了一声王老师，然后就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好半天他才说了一句，王老师，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了。这时候小巷子里过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非常奇怪，眼前这一对少数民族母女为什么要和一个汉族老头一起抱头痛哭呢？为了缓解大家的悲痛情绪，我父亲立刻振作起精神，他风趣地对乌鲁汗说，乌鲁汗，你看我这个人命硬，哪能说死就死了呢？说着他又用手捋了捋胡须，得意地笑了起来。在父亲的开导之下，康巴尔汗一家人的悲痛情绪也缓了过来，他们赶紧把我们父子二人请到了家里。康巴尔汗拿出了零钱和肉票还有买酒的票证，他吩咐女婿赶快去打酒买肉，又让他女儿乌鲁汗把我二哥夫妇也请了过来。
康巴尔汗很快就准备好了饭菜，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条的桌上。康巴尔汗为每个客人在杯中盛满了葡萄酒，然后他兴奋地请我父亲先说两句。父亲激动地站起了身，他把酒杯高高地举过头顶，大声说：“来，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孩子们，为了我和康巴尔汗，人就好好的活着，大家干杯！”我们大家都站起来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刚放下酒杯，大家又不约而同的都哭了起来。这时，还是我父亲最先止住了眼泪，他笑着说：“大家听我说一句吧，咱们不要尽想那些过去的事了，说些开心的话吧。不管怎么说，王洛宾活着，康巴尔汗也活着。”父亲在团结路与康巴尔汗的偶然重逢，让他感到非常宽慰和感慨。那天下午，父亲告别康巴尔汗一家人，他骑着自行车从团结路回到了新生队。他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忽然，他感到自己的手背似乎有些隐隐作痛，在他的手臂上好像还保留着康巴尔汗的热泪。此刻，他又有了创作灵感，他要把白天与康巴尔汗的重逢写成一首歌曲，永远铭记在心上。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歌词的大意是：我重新回到了朋友身旁，又闻到了友谊的芳香。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悲伤，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啊，嘿嘿，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是王洛宾用歌曲来记录悲喜往事。如果说这首歌是一支伤感的玫瑰，那么浇灌它倾吐出醉人芬芳的正是康巴尔汗那一串串真诚的热泪。